家服装造型奖，入围的有 Fusion、 Coser， 得奖的是 FusionFusion 每次演出服装总是让人印象深刻，且每一次的造型都是 Fusion 自己亲手打造的，也为 Fusion 在争冠军的路上加分了不少哦。金刚战士都出现了，最佳服装造型当然要颁给 Fusion 啦。说爱就爱，开车不够高调的行动，我们为爱喝彩，我
哇哦 ，Fusion 果然最 fashion。制作单位这次特别从台北驱车到高雄去，看看这群年轻人有没有在认真准备亚洲天团冠军赛。Fusion 这两大三小非常特殊的团体，在比赛中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出道的队伍。我们在排 Fusion 很多次的舞蹈的时候，都是用到一些很多的元素，基本上所有的街舞风格我们基本上都有运用到。我们这一团我们两个老师呢，就是比较着重于手部的动作，对，那我们翻这些动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只好教他们做。对，因为我们三个都学地板动作这种东西，然后想要变得更厉害，就要去接触体操这种东西，就要翻啊、空翻什么之类的，就会变得更强、更厉害。我们 Fusion 团里面的三个小孩，其实我觉得钟汉跟小天算是最认真的。他那个博鑫的话，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就是可能在青春期，所以有心里有一些障碍吧，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蛮帅，然后就不专。白川老师特别针对博鑫的不专心加强训练，无论是舞蹈动作的练习，或是心理状态的建设。谢谢西瓜跟白川，常常忙到饭都还没吃，就一直在帮我们排舞啊、练舞啊。谢谢西小哥老师还有百川老师这么细心的照顾我们，我们会变得更乖，不会再吵着肚子饿之类的。老师带三个小朋友，所以我都会很害怕他们很饿，或者是哪里就是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有什么问题，都很害怕，都要去照顾他们。你像安亲班的老师，我很像保姆，就是我们明明就是老师，可是我们做的像保姆。托付给西小瓜跟那个白川老师，我们真的是很信任他，不管是编舞还是照顾小朋友的方面，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我都常常跟小天说，你要多多跟那个西小瓜老师学习。三年级的时候看到我哥在练舞，觉得很帅又很酷，又可以上台表演，又可以去比赛，于是我就想要来学跳舞。后来跳舞完一年后，我发现我对跳舞非常的有兴趣。他有坚持，那我希望未来呢，他如果这是他的兴趣，他如果愿意坚持，我也会一直给他支持下去。我从小看我姐姐学跳舞，然后在家里都会叫我姐姐教我他们学的舞。觉得他很有天分啊，他爱跳舞就是要支持他，所以家里的人都会支持他。钟汉，加油！这三位小朋友有了家人的支持以及两位老师认真的指导，相信就如评审所言，未来的潜力真的是无可限量。然而两位老师平时又都在做些什么呢？今天特地来到他们平时教课的舞蹈教室。这次好不容易 Fusion 进了决赛，希望他们不要希望，他们一定要拿冠军回来。 Fusion 最帅，加油加油加油，耶、我在高雄都是教小朋友，所以这些小朋友都是我平常教的学生，他们非常的可爱，你看年纪非常的小，有这么小的小妹妹，然后又有这么大的小男孩小妹妹，都很棒。加油！基本上就是教课的时候会来，然后还有练舞的时候，然后当然我们如果要配造型的时候，也会来这个地方。原来百川跟小瓜两位老师平时除了教课外，也会到舞蹈教室做造型。这次他们就是参加了蔡依林的模仿大赛。看来 Fusion 为了累积更多的实战经验，他们可是征战大大小小的比赛呢。就是除了平常我们有参加亚洲天团争霸战这个比赛以外呢，也参加了很多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比赛。那这次我参加的是蔡依林这个模仿大赛。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反骨也不是魔女。Fusion 在准备决赛的这段时间中，无论是舞蹈的加强，还是借由参加其他比赛充实经验，一切都是为了决赛做准备。究竟他们对于角逐冠军有没有信心呢？拿到冠军这个梦想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但我就有点紧张。对，真的有点紧张。就是先说我们会加油。Fusion 加油！最上镜头奖入围的有 Venus。Venus。开赛后第一次以性感大姐姐的姿态登场的 Venus， 风格多变，但不变的就是他们的魅力，总是能够穿过荧幕吸引大家。我给你眼神，我也想给你眼，我有多少自
组入围的就是 Dude。充满自信的 Dude 每次踏上舞台都能征服全场，年轻却又带点成熟感的他们在镜头前就是像发光一样的亮眼。最后一组入围的就是 Coser， 由帅气的球球领军的 Coser 一走出场就带着过人的气势，在荧光幕上的他们从不怯场，更让观众守在电视前等待他们。最上镜头奖入围的有 Rina、 Dew、 Coser， 得奖的是 Dew。 四位爱唱歌跳舞的女孩充满青春的气息，在镜头前眼神充满魅力，不论是动感的曲风还是狂野摇滚舞蹈， Dew 都能掌握得恰如其分。最上镜头奖就颁给这四位可爱的小女生喽。速度穿梭过呼啸而过，手动右侧雷达检测怎么都测不出我，闭上眼睛听我双头，现在速度属于我，我就为你疯，下滑的成熟会让你胆怯的颤抖，观众应该非常想念 Dude 的四位美女吧，赶紧来看看这几个月 Dude 的每一位成员有何改变吧。准备就是决赛的这段期间我们都会在这边练，然后我们也会娱乐在这边玩滑板。对每次表演的造型都十分有想法的 Dude， 在西门町的练习之余也会相约逛街，讨论彼此对造型上的看法。就是来这边逛街，就是顺便搭建我们决赛的衣服。对，看这边很多帽子，然后这边很多，来看看喽。无论是尝试嘻哈或是俏皮的风格，看样子他们都跃跃欲试呢。而且据说他们在附近还有一位感情相当深厚的外国好朋友哦。
大家好，我是李阳。我们平常在就是电影公园玩，就是滑板啊，打篮球，练完舞就会来利亚家。他是我们高中同学，就是也是之前是住的团员。嗯，然后我们就会来他家休息、洗澡啊、看电视、吹冷气之类的，吃东西、睡觉、聊天。这是我们高中的毕业纪念册，然后里面有很多我们表演的经历哦。像这边其实是我们，里面都是我们，像金鱼、小溪、我，然后地宇轩有在这里面，是模仿少女时代。高中时期就成团的他们，据说当时还是三缺一呢。其实我们高中跟丁宇轩不太熟，是现在之后毕业才熟的，因为我们是算不同。然后他给人感觉就很难相处，所以我们大家也不太敢接近他。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家伙，面无表情。然后你看，他都长这样，然后就只会戴墨镜。因为我们组团，我们就在找他，然后就决定找他，打他，他就马上，他没有拒绝的意思，我们看还担心说。他会不会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忙？他会有他的明星要走啊之类的。结果他就立马答应，这样就立刻成团啦。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害怕一点生疏，然后怕说大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怕大家意见会不合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我们同团之后才发现，哎，其实我们都还蛮像，个性都还蛮相像。我们不管有没有比赛，就像有一阵子被淘汰了，可是我们还是一个礼拜少说会有个四五天都会聚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已经密不可分了。对于友情与默契都好的没话说的 Dude， 身为好朋友的莉亚也不忘在决赛前给予他们鼓励。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每个个人特色都就是都很重很明显这样子，可是又还是会像一个团，然后感情都很好，然后就是希望他们决赛的时候可以顺利得到冠军。Dude 的努力与坚持，从高中时期就指导他们的老师同样都看在眼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对舞蹈非常有兴趣，但是都是一群不会跳舞，但是很热血的女孩子。但他们的爆发力啊，跟他们的动作就非常有力，感觉像是一群男子汉。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啊，然后相信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练习，然后从不会到会，然后从会到专业。那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然后成为这个团体中的冠军，成为他们佼佼者。那也希望大家多给他们一些支持。Dude， 加油！有了老师的强力支持，四位女孩对于追求梦想的态度显得更加坚定。我们队的梦想就是想要成为台湾版的 2NE1， 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一起拼过去，拼过去拿冠军，当艺人，台湾版 2NE1， OK， 祝我们 Dude 支持我们哦。对表演充满热情的 Dude， 到底在决赛会有怎样精彩的表演，能让他们离成为艺人的梦想更进一步呢？ Dude， 我们一定会加油的。最佳进步奖第一组入围的是 Star。Star 从一开始被评审指出有台位，娘子军到后来跳出了新位，受到评审肯定。Star 可以说是克服了自己的大问题，有着很大的进步。第二组入围的就是 Tea Time。虽然 Tea Time 的人数是目前最多的，但是彼此鼓励和支持下，在比赛的过程中渐渐找到了各自的定位和方向，进步也是非常显著。第三组入围的就是 Vina。性感的 Vina 在激烈的比赛过程中不断学习，在拿下九强资格时，他们无论服装、造型还是表演，都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过去。最佳进步奖入围的有 Star、Tea Time、Vina， 得奖的是 Star。Star 得奖原因就是 Star 从女孩变成男生，一开始参赛就让评审觉得这五位男生动作太女性化。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比赛，这五位男生成长了不少，所演唱的曲风更是越来越 man 了。从女孩变成男孩，最佳进步奖不颁给 Star， 还能颁给谁呢？假装你不爱这个节奏，爱又少来，给你勇气把龟毛无聊都赶出脑海，不需要老牌，假如我背头整个好嗨，拜托站住你的脚，带给自己一个交代。今天不发五天，让自己带无限烦恼，丢在路边，让规则都不见。
让我无法无天，让希望大于无限，机会无比无限，就我们来出演。让我无法无天。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用绝对武力震撼世界，让对手朝拜，当电流穿越身体，让众人眼神超载，赌上了命运，用快乐打造金字招牌，全力以赴才好卖、yeah、今天无法无天，让自己带无限，烦恼丢在路边，让规则都不见，让我无天，让希望带无限，机会无影无限，由我们来主演。I need you baby baby baby， 想你时的深刻的还不够。I want you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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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疯狂是我真心想必有过。地铁门关上的瞬间，命运越幼稚却又不太想再拒绝，别皱眉后退，你傻傻的脸，我笑着洒脱，其实就害怕你误会。手机单纯的储存着你的相片，我在突然才惊觉，每天的每天不断 repeat， that's my way， 舍不得关的讯息，像你害怕失眠，内容恢复多了一点暧昧太明显。I need you babyShe's a fool， 只有忍耐，我再也无法接受，你说了双眼。去包容他，自顾自的生活是否假装继续吗？隐形在你的面具背后充满许多的表情，到最后这是种如意，这样真的更好吗？我们要这样不再看彼此的眼神吗？不再对我讲话吗？不再说你爱我吗？就算受了伤，改变就能到达，告诉我妈妈妈妈。Star 团员非常的热情活泼，因为 Star 将大公开他们平常练舞的场所，保证让观众朋友吓一跳。在下段节目，来自高雄的 Star 要带观众去他们练唱的秘密基地哦。